你看这个 PS4 游戏机就要2000多块钱，要买屏幕，你说要玩这几个游戏，就是跟我一样要玩这些游戏，至少要花5000块钱，一个12岁的小学生怎么可能买得起吗？那普通家庭也不可能给12岁小学生买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专门玩游戏的，你多买个电脑了。谢阿杰。OK， 来这边。飞跃，蹦，咦！我操，这边冲不过去啊！普通家庭，哎，如果你们生了孩子之后，有了孩子啊，你们孩子这个，你们会给你们孩子买电脑还是买游戏机啊？游戏机专门玩游戏的，电脑可以学习，对不对？我操，谢阿杰，专门玩游戏的，而且很多很多游戏很色情很暴力啊，全买都买，反正我要买电脑，我肯定给他买电脑啊。谢谢阿杰。游戏机的话还是不适合，还是不适合这个太小的小孩子玩，对，因为很多画面很色情，这个游戏还可以嫖娼，他们嫖娼什么的，我尼玛从小就那样的啊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不太好。哪里色情？我告诉你，游戏机类的游戏50%都是裸的，都是国外的游戏，在中国都不让卖的啊，之前刚刚解禁，今年啊，去年刚刚解禁的，都是裸体啊，露个奶啊，露3点啊什么的多的是啊，不然我直播为什么经常打马赛克呢？对吧？让小孩子不能玩呢啊。谢谢我们的阿杰。啊，如龙旗啊，那是一个。哎，这怎么过啊？啊，那边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天天玩这些游戏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现在不能玩色情游戏了，以后给你们玩好吧？现在是全国扫黄风暴，我们就连我们游戏主播都扫黄。女主播只要露沟啊，就违规。男主播只要在摄像头面前抽烟违规啊，男主播要是播一些色情画面，就是播色情游戏违规。谢谢阿杰，之前查的不严，所以给你们播一下。谢千城送的安心，谢谢啊，谢宋大平，那以后查的不严了再给你们玩啊，无所谓的嘛，对吧？无所谓的，现在查的很严啊，查的很严。对，抽烟违规的，抽烟你举报的话他会罚款。要看有没有人举报。对，来重申，谢谢抹茶雪糕。 OK， 现在是大整顿，行业大整顿，没办法，国家规定的。来这边小心，我抽烟我要不露，我要不露头，尼玛那很正常啊，因为这个不能教导小孩子抽烟啊，所以主播不能抽烟。这个金红中你胆子可真大呀，尼玛抽烟的都违规，以后都要违规的，都违规的，不能抽。你要么呢就不开摄像头，要么开摄像头呢真的吗？就不能抽，不让你抽啊，那不让你抽。好，我抽烟就是你教的，真的假的？不要把你自己想抽烟怪到我的头上啊，就不要说。哎呀，重申。哎，谢谢 DOP， 谢谢我们的寂寞送大瓶。好的，这个位置对了。飞车，我操，这个图好难啊！这个图，风车九点，你们自己想抽还怪我？那我播个色情游戏，你们打飞机了，这尼玛那也怪我喽！自己忍不住啊，偏要怪我。谢谢陈元宋大平，谢谢啊！来重申，那是我的错喽。
哎呀，哎 ，OK， 这段推到最后，从最后冲刺。那我不教你们抽烟，你们也会抽烟呢。我不教你们这个色情游戏，你们也会看 A 片，有什么区别？哎，我操，怎么过不去啊？这里，重申，谢浪漫。哎呀，我这么牛逼的技术哦，啊，不能停，对，不能停，那直接一气呵成。我也不想停啊，他们这个会撞到人，是吧？哎呀，我操，差一点，我操，差一点，这个高度再来一点点就过了，很简单。一气呵成，必须直接冲。我操，我操，我都上去了，怎么蹦下来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日了狗了呀！谢逆火，谢谢文思。哥有问题，哥的问题，哥的问题。漂亮，过第一，哈哈，就说是哥的问题吧，一晃哥就过了。我操，第一。谢谢曾经的王，谢谢。好 ，Let's go， 出发。这里，哎，我操了，哎，热了狗。飞，飞。哎呀，我操，这个有点难飞，呵呵，这有点难飞，不着急，组合露个头，露个头的，你要砍我的头啊啊！这 3DM， 不着急，好 ，Let's go。哎，不对，怎么过不去啊？奇怪了，哎，奇怪了，哎，哎呀，行，我有办法了，我有办法了，我有办法了，我操，我有办法了。好，偏要逼我使用绝招是吧？一般不用的，有意思。啊，这个铁网啊，没关系，我从后面加个速。这个铁网真是日了狗了，这个铁网就算了，尼玛怎么还来个这个东西呢？把铁网给炸了。等一下，我有办法。看好了，来，
老弟，我操！我说怎么过不去呢？真是简单轻松加愉快。还有这里，不着急不着急，这些踏鞋送大厅。啊，谢谢苏小西送的蓝星。哎呀，这个是，我看一下子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搞定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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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哦呦，谢谢雨夜屠夫送的小屁股。这边是往上冲。哦呦，飞车帅气。好，这个应该是飞车过去，然后一个横身啊。刚才看到弹幕说，楚河我要一个月300,000包养你啊。我是弄为了钱就出卖身体的人吗？啊，真是开玩笑了啊！300,000一个月包养我呢？哈哈哈哈，哎，来重申，谢谢我们的 HYC。不着急，后退。啊，非常感谢苏小西送他蓝星，谢苏小西，谢谢。你这个点停的我有点尴尬呀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抢个摩托车，让他们过来把他们杀了。哎呀我操，跑那么快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小啊，这个小贱逼啊，这个小贱逼啊，主要把摩托车卡在这里了，卡在这里冒火过不了啊。好漂亮，漂亮！我的摩托车，哎呀，哎呀！日了狗了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像我这种高手，哎呀我操，最后两次必过，最后两次必过，认真了。我操，来，哎我这还不信了，我还搞不定啊，这谁的摩托车搞那么多，千万不要炸啊，千万不要炸，炸了都过不去了。 OK 烧个胎，好不着急。哟，吓死我了，冲歪了。哟，搞定第一，技术就是高。哎呦，这边飞到对面的屋顶，
我操，一个歪斜版啊，有意思。哎呦，很彪嘛！啊操！等一下，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很彪嘛！哎，完蛋了，撑过去了。其实只是为了表演这个特技啊，故意给你们表演了一把。来，谢谢甜甜送的棒，谢谢。咱们九点啊，每天都九点，每天都九点。轰，搞定，帅气。来，下一个，终点第一名，哦，完赛。